《兰亭集序》王羲之，唐调吟诵。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一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其事业，群贤毕至，少张献计，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筑，又有禽流集团，阴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作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声，一觞一咏，一足一唱，徐有情。是也，天朗气清，晦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深，所以有目成怀，足以济世定之欲，心可乐也。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，或屈住怀抱言一世之内，或因己所得，放浪形骸之外，虽取舍万殊，今遭不同，当其心欲，所欲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怎不知老之将之，及其所知，既倦情，虽世间感慨即之矣。相知所信，俯仰之间，以为臣己有不能不义之心怀。况修短碎花中气欲尽，古人云死生已大矣，其不同哉？梅兰溪人心甘之忧，若何以寄，未尝不令闻嗟悼，不能与之与怀，故知以死生为虚，但其碰上未忘作，后知是今已有今之是兮。悲夫，故列举世人，录其所述，虽是数十矣，所以心怀其志矣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